所以就非常开心大家都可以来这边，然后可以跟我们做一些互动，希望可以让大家有问题的都可以来前面。目不转睛的学生与家长仔细聆听公告消息，他们都是来参加首次举办的世新大学终身教育学院真爱世新活动。有人来一探究竟如何申请，有什么领域课程能选，也有人已经准备好启程追梦。那你念的是什么科系？影视传播系，企业管理学系。我念的是影视进修学士学位学程。我觉得世新的设备让我就是感觉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它的设备也都很好，觉得不然可以让我很有自信。因为我想要往创业发展，然后就想要在企业管理学上学一些企业的知识。我想要从中学习到拍摄的技巧，还有像有歌唱的话，我也想去尝试一下创作。连续两天的活动，四个系所主任及秘书全员出动，提供亲切专业的服务，帮助新生解惑，了解未来所学。其中影视学士学位学程因为回响热烈，新学年招收名额增加到95名，将培育更多专业影视人才。就是我们希望说，它只是一个入学管道的不同而已。那其实要是进到世新来的学生孩子呢，其实他受到的课程的一些权利跟义务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今年最大的特点就是跟日间部一起的线上暑期修课，只要是世新大学的新生都可以一起去做这个选课。世新进修学士班拥有课程时间弹性、专任师资授课、专业课程结合先进设备三大特色，将黑夜变白天，让学生可以兼顾课业与事业。优质的教学环境及五星导览服务，也让学生与家长对世新好评满满。